一二三，你到这个位置，在他面前，你让我跟他们有点距离。男生会觉得你在给他磕头，对，所以我一定要在这个位置。一二三，重心给我推到左脚脚后跟上，身体给予男生，头位赢到这个预备最大化。他给他手指给我信号的时候，我再靠近来，你会发现我从这个顶点到这个距离是远的，并且我在配合我的身体是优美的，长出去的时候也会，这样是有女人味的，明白了吗？OK， 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准备，走，七二三。八二三，连一二三，若二三，三二三，所有女生不着急回头，重心到左脚脚后跟，头位已经到最大化，已经到最大化。对，这是三二三，四二三慢慢进来，轮脚位置。四二三，五二三，三到最远，顺应着男生给你这个方向。六二三，顺着这股劲儿拔腿。六二。三不动，跟我们预备位置一样。六二三，预备位置一样，看哪个位置啊？同学们，这个位置跟你启动的位置一样。右脚重心，右脚，右脚，右脚重心，脚尖对前，胯位扣住，对，然后走。七二三不动，头不清晰，在右还是在左啊？在右，在右，还在右，打欠了钱肯定在右啊。留住你的头。然后你动你的膝盖，走 and 八圈，一很显跟摔跤似的。再来一次，准备，再来一次，女生，就是从这个七二三开始，准备，准备，走，七二三，不动不动，头留住，留住，头留住了，然后走 and 八，别动。别动，不走，不要走了。二，升起，三，进入。八在这儿，看我，同学们，八在这儿。二，八在两脚中间。二，升起到左脚，左脚重心。三，右脚进入男生内侧，明白吗？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